美综合报道，女星梨艳长相甜美，因演出《甘味人生》《一家人》等多部知名本土剧而大受欢迎。她也时常在脸书与粉丝分享生活。日前，她回忆起小时候的时光，又写平淡的童年让她相当向往当个野孩子。李艳透露，过去妈妈都会把她和姐姐关在门内，姐妹俩只好趴在玻璃门羡慕外面的孩子能玩跳房子，只有当阿姨来找妈妈时，她与姐姐才能偷溜出去骑脚踏车。而她对于童年最深的记忆就是将芭比娃娃的腿折断，还把鼻子和头发通通剪掉。她在5、6岁时才得到小舅送他的第一个生日蛋糕，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回忆。李艳也 PO 出一张他在玩跳房子笑容非常灿烂的照片，表示想要圆一个野孩子的梦，似乎是想要弥补童年的空缺。粉丝们纷纷回应，那我带你去也好了，永葆赤子之心就对了。也有人笑说，想不到你小时候这么暴力呀。李艳长相甜美，拥有高人气。百舍自李艳脸书，李艳分享童年回忆。百舍自李艳脸书，李艳玩跳格子，一圆野孩子的梦。百舍自李艳脸书。